等你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我绝对是全网最欧的人，没有之一。一晚上刷的剩余物全是双爆词条。事情是这样的，我本来是喜欢肖宝的，但是他一直不复刻，原石都给他攒好了，那我只能玩肖情了，就温迪放一个风场，然后用克勤这样就假装自己有肖。但是如果想要打出高伤害，那只能玩物理克勤了呀。那武器侠里龙吟显然不合适了，没有风鹰剑的我只能使用一个试作斩言60级，想要打出超高的伤害，显然这个如雷的圣怒圣遗物肯定不够看了，需要换一个圣遗物。现在是凌晨4点，我想找大佬一起来帮忙打的，但是我在群里面发了一句消息就撤回了，毕竟已经凌晨4点了，大家都差不多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你们了。为了我的消情，一切都是值得的，给他刷圣遗物。我这个是小号，所以说伤害肯定很低，这边呢还是吃了药才勉强打通这一关的。然后打通之后我发现我打错了，我打的是这个渡火者啊，应该打那个苍白之火的。哎，你看我这猪脑子真的是服了。苍白之火位于雪山的左上角，就是嵌岩套那个本。然后我们直接开始配对打这个古岩龙息。哎，都是70级，清一色70级，还有60级的。虽然芭芭拉带的海染套装，但是这个家伙伤害好高呀，然后连续3连击直接把我的芭芭拉给弄死了。不过好在我的努力下还是挑战成功了，然后领取奖励。第一次打这个本的话，那两个金色的圣遗物我看都没看，因为它不是苍白之火嘛。后来的话又打了几关，那个是没有录屏的，但是我可以看一下背包啊，最近刚刚打出来的苍白之火。看圣遗物的词条，羽毛双爆，双爆的羽毛极品圣遗物，爆伤的一朵花，然后的话没有副词条的，只能说一般，应该还有吧，我记得还有一个物理伤害加成的杯子，这个杯子还是带暴击词条的杯子，怎么样？当然这肯定不能算欧嘛，咱们继续往下看呀，继续打这个秘境，打苍白之火，一切为了我的消情，值得。羽毛，再看这朵花，没有任何副词条，但是也只能说一般，加暴击伤害的花。第二次再来看一下苍白之火，这个很一般，不过这个嵌岩的羽毛看一下怎么样，双爆的羽毛，而且还有一个攻击也没有副词条，三个词条全部都是正确的词条，这就是极品圣遗物，没有一个无效词条，你说我怎么歪，升级怎么歪，根本歪不了好吧。然后继续刷看一下，哎呀这是什么呀，怎么都是这么好的圣遗物，完了阳寿似乎没了，我的阳寿啊。再来看一下我想刷的苍白之火，暴击头加暴击伤害双爆的词条怎么样，5星的，就用这欧气你们吸不吸，赶紧把这些欧气全吸了，欧气已经吸完了吧，吸完了咱们继续给克勤安上这些圣遗物，并且强化看看它会不会歪，基本上不会歪的。羽毛的话是双爆的羽毛，基本上没有副词条啊，双爆。接下来就是这个东西，也是加暴击率的沙漏，然后就是物理伤害加成的这个杯子啊，物理伤害加成的杯子还是有暴击词条的。这些圣遗物都是我一晚上刷出来的，全是双爆词条，克勤直接呜呼起飞好吧。咱们现在先升一下这个比较好的双爆的羽毛，加爆伤加暴击的羽毛，一口气直接升到4级，暴击爆伤，歪了一个攻击啊，歪了攻击算小歪吧。再来升到8级看看，8级基本上不会歪的，看到了没有，暴击率直接上到了 7.1。再来继续升到12级，一不小心，哎，不小心歪了防御啊，不升它了，生气，升这个吧，这个有一个暴击率，就赌4级，啊，歪了防御，没关系，再来升到8级试试，8级，怎么还是防御啊？防御百分比，升到12级总不会再歪了吧？歪了生命，我靠，这什么玩意儿？不应该啊，这么多极品圣遗物怎么会歪呢？把这个物理伤害加成的杯子给它升级一下吧，这个也有暴击率。升到4级，还歪防御，啊？什么情况啊？我不会是YY9吧？升到8级，歪了小歪，歪了攻击，小歪怎么没暴击啊？12级，还是攻击，攻击加成15%了，暴击呢？不着急，再把这个花给升了，花是增加暴击伤害的，增加攻击力，然后歪了防御，4级歪了防御，升到8级看看吧，8级总不能再歪了吧？歪了一个小攻击。这个花是增加爆伤的，爆伤，精通，我打物理伤害精通没用啊，我靠，这啥玩意儿，到现在的话只出了一个暴击率，我升了这么多次，再来4级，歪生命，爆伤，出个爆伤吧，8级，歪了防御，我靠，又是防御，又是12级，我不相信12级它还可以歪，这暴击伤害总不可能是摆设吧，12级啊，又是防御，
16%了，我靠，这什么玩意儿？啊？我不理解，我升了多少次？物理克勤他防御都快1000了呀，我的天哪！我这边的天赋的话是5级，都是5级，哎，继续升级吧，我不相信，他总不可能只出一个暴击吧？我所有的圣遗物都是带暴击词条的呀，这个给他羽毛给他升到16级，我不相信他还会歪，没有人可以一直歪下去的。攻击，攻击小歪，没有出暴击啊！这个杯子继续升到16级，我今天还不服了，总不可能一直歪，没有人可以一直歪下去的。16级不歪，又是防御啊！阳寿似乎渐渐回来了，不多。但够用，刚刚你们把欧气吸了，现在不许吐出来，毕竟你们已经吸过了。16级不歪，歪了小生命，我真的服了。不行，我不服输，我不服，把这个面具给他升到16级，不相信这个爆伤还不出，不可能吧，我都升到16级，总不可能只出一个爆吧。一口气升到16级，暴击伤害出，又是防御，小防御，怎么这么多防御啊？我跟他有缘吗？这是什么狗屎运气啊！一共5个圣遗物，每个都升到16级，每个圣遗物都是带暴击磁铁的，最少也带1个。结果升了多少次？4、5、20、20次，只有一个暴击。我20次歪了19次，我真的服了。这就是 YY9 的实力吗？唉，既然要玩物理克勤，普通攻击肯定是要升级的，但是现在没有天赋书，只能暂且搁置吧。先检测一下他的实力，刚刚你们把欧气吸走了，不许再吐出来。然后看一下暴击44，爆伤100，怎么样？即便歪的这么离谱，但是他本身是有暴击词条的，所以说还是有点的。物理伤害加成100%，怎么样？攻击力的话大概是1600的样子。看检测一下克勤的实力，伤害还行。因为咱们这个是物理克勤，是需要重击打伤害的。还有屏幕前的兄弟们不要跟我学习啊，你们又不喜欢玩消啊，我喜欢玩消才这么玩的。而且你们又没有温迪，老老实实的打雷伤克勤就行了，雷伤克勤还是很厉害的，至少比目前的我这个要强吧。我那个副词条刷20次歪了19次，我也是真的是哎呀难受啊。刚刚克勤挨了这么多下都没把他们给挨死，然而芭芭拉一个炸一下就8000伤害，这真的是离谱到家了。至少克勤你也得给我弄到10000伤害吧，我不会服输的。这边的话我们检测一下独眼小宝的伤害，检测一下我们克勤的伤害，一个蓄力重击的话只能打上，这伤害是假的吧？虽然说小宝的物抗性比较高，但是伤害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重击下落，重击下落，让你见真是我的消情。上吧消情宝。为什么伤害会这么低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圣遗物的话4件套有一个效果呀，元素战境命中敌人之后2次，然后就是2件套的效果提升100%，就是元素战境命中别人之后2次物理伤害提升100%。但是有一个，他放元素战境之后是附魔呀，这玩意儿完全就不适合克勤啊。本剑就以为这玩意儿还不如两个染血的骑士道再加上两个苍白之火好耗呢，伤害只能说可见一斑。暴击3000，太离谱了吧，才3000暴击，还没有我之前雷伤克勤打的伤害要高。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再看一下这个营地，试试消，用消的方式打伤害吧。哎呦，他这个风场还很烦人，飞起飞然后下了重击，不知道打了多少伤害。再来一次，这手感真的是好差劲啊。下落重击4000，再来4000，4000是暴击了，2000那是没有暴击。哎呦，真的是手感好差劲，好差劲！即便如此，我也是不会放弃的，除非我有消，没有消的我只能这么玩。用这种方法打这个爆炎术的话，暴击3000，不暴击的话就是1500。可能之前是没有叠 buff 的原因。这边的话，我们先吃个药，然后再用班尼特。吃完药之后，咱们的克勤伤害是1700，然后有班尼特增伤，也有芭芭拉。先用班尼特，再用芭芭拉，再切换成克勤，看一下这次增伤能达到多少，2430。整整提升了1000多的增伤啊！一个蓄力重击，10000，一个蓄力重击能打出10000的伤害，因为有2段伤害，5000加5000，10000。但是时间的话就有点紧啊，只有10秒钟。我的万伤体验卡、啊、过期了呀！但是我想蓄力打，蓄力重击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种坠落打，因为消嘛，主要是玩消啊。任何打不倒我的，只会使我更加强大。这边的话，咱们来到了秘境。
问题起飞，切换我的消情，消情，然后直接飞，我跳一下，然后下落重击。这泡泡怎么这么烦人啊？我下落重击，他还可以把我给冻住。下落重击，6500，再来一次。6500是暴击伤害吧？没有暴击是3000，2000多，伤害还是低的离谱。马上时间结束了，赶紧把他们秒掉。直接温迪克星大招，这大招伤害肯定没有伤害了。之前的话能一段1000，现在只有500了。毕竟给他的物理增伤嘛。哎呦，再来一次，温迪起飞。不是他这个泡泡好烦人啊！我起飞他都能把我冻住。芭芭拉增伤，克星下了重击，7000伤害。我的天哪，这次7000了。班尼特的大招好了，看一下这次增伤能增多少吧。下落重击，2000多啊！先吃口药，然后用持续增伤药，先把这个药吃了。吃完药之后，先放一个封场，再用那个班尼特的大招下落重击，切换班尼特。班尼特，然后这边切换一下芭芭拉增伤，再切换克勤起飞下落重击，8900的伤害，到9000都比较可惜啊，8900啊，还是伤害还是太低了。克勤的普攻没有升啊，普攻才是5级，再升一下可能伤害会更高。然后圣遗物的话，应该带两个苍白之火，两个染血的骑士道的。这边的话我又去刷了，但是这里面有3个深渊法师是贼恶心，特别难刷。我还自不量力的拿70多级的阵容去打那玩意儿，我真的是找死啊！咱也不知道这是为啥，反正这个深渊法师伤害是高的离谱呀，瞬间就把我秒掉了。而且我是物理克勤啊，伤害就更低的可怜了。哪怕我玩雷伤还有一战之力，玩物理克勤，哪怕吃药，吃完药立马就死，还浪费了这么多药，可惜了。三个辅助温迪又没啥伤害，如果克勤死了，那就没法玩了呀。而且这泡泡还追着我不放，他们三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克勤被秒了，那这把就根本就没法玩了。你看班尼特也被秒了，伤害实在是太高了。果然还得靠粉丝来带我吗？哎，站在青云顶，我在这儿深深的怀疑自己，为什么双帽的词条会歪，为什么强化20次歪了19次。可是即便如此，我也是不会放弃的。最后希望能帮我点个赞，谢谢，爱你们。